迪士尼项目排行榜，我们用了两天玩完了迪士尼所有的项目，前三名不分先后，第一名加勒比海盗，仿佛就置身于汪洋大海之上，跟着杰克去寻找沉落宝藏，沿途还有怪兽。第二名飞越地平线，高空360度旋转，能闻到花香，像被绑在了一个大风筝上，被喷到海浪的感觉太赞了，环游世界就是它了。第三名雷鸣山漂流，记得一定穿雨衣，不然你就成落汤鸡了，小火星居然不害怕。第四名极速光轮，遨游太空的感觉太刺激了，1米2以下的小朋友不可以玩哟，体验一下第一视角。第五名小矮人矿山车，这个小孩子比较喜欢。着重说一下第六名小火星玩了两遍太空幸会史迪奇，因为全程互动的史迪奇会挑小朋友和大人去调侃，实在是太搞笑了。第七名奇趣水滩，小火星整整玩了一个小时。第八名进入城堡的各种主题秀。第九名巴斯光年，还有千万不要错过花车巡游哟。晚上的烟花也是超级震撼。到了晚上，我们依然在回味加勒比海盗。Ha ha ha!